点的呀，办点啥事这么磨叽呢？出来。啥呀，他把这给我呛奶了都。正给儿子试奶呢，奶可热了，我还能一口干了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必须让我儿子吃上奶，这么多天净搁那米糊对付了，你看给我儿子饿的就说十来斤了。媳妇儿，咱家孩子才三个多月，十多斤那就不瘦了，非得生下来一百多斤那是猪八戒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给你喝那些猪蹄汤有什么用，我喝好了。你喝能下奶啊？别老提醒我，烦人。停停，奶来了，奶来了啊。哎哎，搁哪等着？姐，你放心吧，这回我大外甥有奶喝了，我把他喂得像我姐夫一样白胖白胖的。太好了，喝奶我跟你说，你这奶呢？喝了，不错。喝了，喝了，喝了。怎么这么大杯茶呢？你都喝了，这是人奶呀！我整的，我要你多不容易呀、老弟，老弟，老弟，行了行了，是来路不明的奶，咱也不敢喂，咱再想别的招，行不？哎呀，姐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啊，路过一个中介公司，上边写的专业介绍奶妈，电话我都记下来了，不行打个电话咨询咨询。对呀，顾奶妈啊。哎，我咋没想到呢？闭嘴，你有大嘴叉都看不上了。姐，我打电话。快去。儿子出手那么狠。儿子，儿子，谢谢。顾奶妈这事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呢？是啊，妹妹，这么大事你得跟爸商量商量。我跟你说，以前的地主人家那才雇奶妈子，咱们现在要雇奶妈，人家就得说咱是土豪。哎呀，亲家，不管他什么豪，那也得雇啊。欧老，你二老啊，就别吵吵了，一会儿人马上就到了啊，咱们合计合计看什么价位啊。呀，来了，我开门去。等会儿，我是户主。你像吗？烦人。我开门。哎呀，你是奶爸吧？看出来了。哎呀，是你们给我打电话吗？是。那个怎么称呼你啊？啊，我姓张，你叫我张经济就行。张经济啊，哎妈，经济人都来了，快进屋，快点，爸，来，这都是我家人啊。大家好，不瞒你说哈，我儿子可有日没吃奶了，都瘦了。兄弟，你找我就找对人了，我来了，这奶就来了。下面就有请我妈，鼓掌，那个我的奶妈闪亮登场。下面就有请我们的金盘奶妈杨洋闪亮登场。姐姐长得也太袖珍了。啥眼神啊？我谁叫姐呢？一点你也不会说话，看人长年轻就给叫姐呀、啊、人家是奶妈，要尊重人家，得叫大姨是吧？快说话不？人家才十七，妈呀，十七就当奶妈，哎，你讨厌！能不能注意你们的措辞啊？啊，啥措辞？我们说啥错话了？你老鸡头白脸的，谁跟你鸡头白脸了啊？你不得让人把话说完吗？人家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还……我不是奶妈，对，我们家的羊才是奶妈呢。嗯，科学证明，人奶和羊奶的成分是相同的，是最容易被婴儿吸收的。你、我不同意，我们雇的是奶妈，又不是奶羊。没事，你看客服这个呢，我简单给你介绍。你这经济咋当的呀？你不说明白了就让我来呀？这白跑一趟，我啥还没放呢。不行，你说你们这是干啥呀？啊，这是干啥呀？我不瞒你说，这些奶妈呀，我都不敢惹他们。老妹儿啊，这样，我给你介绍5000块钱一个月的。哎，等等。5000块钱一个月，媳妇儿有点多，咱俩一个月工资加一起才多点儿。哎呀，大不了借钱。爷们儿，下面就有请我们的白金奶妈咪咪闪亮登场。你们这什么家庭啊？啊，人都站这老半天了，连个让座的都没有。去，给我倒杯果汁去，要无糖的啊。把主卧给我腾出来，每天早上不到9点的时候不许叫我起床，我要睡到自然醒。每天呢必须得有羊排还有鱼，水果嘛要热带的，因为我好了奶才能好，奶好了孩子才能好，孩子好了你们才能得好，懂吗？
我看这算没好，彻底没好了，彻底没好。不是，你俩搁这掺点啥呀？好不了，没啥玩意儿没好啊。你能不能给人把话说完呢？他也是为孩子着想。再者说了，你们一家人就为了谁呀？不就为了孩子吗？再说你是谁？你呱啦呱啦呱跟掺着，你是干啥的呀你呀？出去，让你出去，我让他出去呢。让你出去，张经纪，你整的什么事儿啊？下回整明白点，让我来。再者说了，他们这破家庭有什么资格请我这么高端的奶妈？出去！妹妹，妹妹，哎呦我的妈！你说你们是干啥呀？啊，我可不是说呀，你们就留遗憾去吧。就这么好的奶妈，你们上哪去找去啊？张经济啊，这奶妈好是好，条件太苛刻了，我们用不了。老妹儿，这样我给你介绍8000块钱一个月。妹妹，这八千你更多。咋的呀？那么眼瞅着孩子没奶吃吗？姑娘啊，这钱爸给你出了。爷，老东西，跟我炫富呢？我卖鞋，你看我爹，大爷，这常人说的好啊，老儿子大孙子，那是老人的命根子。下面就有请我们的顶级钻石奶妈闪亮登场。哎呀，这8000块钱呢，是跟人不一样啊。这猴奶能喝吗？张经济啊，你是不是整差了？这好像是男的呀。对了。我是村老爷们儿，替我媳妇来的。那你媳妇呢？瑞士泡温泉的。上那泡啥去？我东北有的是，上那泡啥？泡。啥呢？能让我把话都说完呢？说吧，你老跟他掺着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说他媳妇住的环境啊，是恒温恒湿的，呼吸的空气是优良的。啊，他媳妇现在得大棚里扣着呢。看你们怎么什么都不懂呢？我解释一下啊。我媳妇儿啊，吃的东西必须绝对天然，空气必须绝对新鲜，对，所以呢，一年四季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环游世界。我们的口号是百分百好人，百分百好奶，我们的奶源每年绕地球3圈儿哦。好家伙，有点不对，这好像是5圈吧？这是比喻的事儿。你说他媳妇儿哈？满地球这么绕圈，我儿子想吃奶呢，还得满地球这么追。追啥呀？他媳妇根本就不来。他的意思啊，说把奶取出来以后放在冰箱里，你们用的时候再给你们寄过来。那不对呀，我们花8000块钱连人都看不着，这也太贵了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喊啥呀？8000块钱你还嫌贵呀？谁到了？张经理，你这事儿怎么办的呀？啊？整啥事儿呢？烦人！跟谁俩的？谁烦人呢？你让大伙说这谁烦人？就你那叔叔，跟你说像个娘们的，你都不如旁边你那个爷们儿。我跟你说，你谁烦人？我跟你说，你们办的这什么事儿？我们大伙都来了，等了半天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办的这什么事儿？我们大伙都来了，等了半天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等了半天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哎呀，你这一句话你都能干回炉。别吵吵，咋的，媳妇？